上次啊，还要多谢你帮忙。说吧，想要多少？如果您愿意，再续住几个月的总统套房。明白，答应你了，我一定做到。你那边的证据都搜集完了吗？毕竟你看起来只是个家庭主妇，难审的，除非你能悄悄拿到切实的证据，然后让他在婚内协议上签字，就能让他净身。那我应该怎么做？事成之后，我会随意取走您身上的一个东西，可以吗？你想要什么，我都有。在他车上更换智能行车记录仪，留存影音证据，分析行动轨迹，方便你蹲点取证拍照。在他的手机上登录你的云端账号，所有证据都能自动备份。还有那家首饰店，他们应该经常去，想办法拿到你老公签过字的付款证明。出来，我们见一面吧。刘正，你这个王八蛋！你以为有了这些照片就可以让我净身出户吗？你想得美！没有我签字的婚内协议，你和我离婚还是什么都得不到的。你是说这些吗？是你。你不好奇里面的内容？什么？我什么时候签的？我会立刻起诉你，你就等着法院的传票。你真的不告诉刘台那份婚内协议的真实来源吗？请问你是？别装了，你们俩那天密谋招我这个小三，我都听到了。那你能主动来找我，是想跟我合作，帮你上位？不，我来找你，是想加入你们的行动。